TBS 56频道7、8点线1月6号起全新时段登场。晚间7点，地球黄金线。晚间8点 ，Focus 全球新闻。以模仿天王刘德华而闻名的印尼警察汉斯，近日和女穆斯林对唱华语情歌《别问我是谁》，两人的演唱和精准的咬字，尤其是在高音共鸣和浑厚尾音的部分被网友大赞，两人的演唱很有味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相信我，不变的真心，我念真。双手便将翅膀说